传那个小朋友的照片给我看，对，你知道他长得像谁吗？他长得像一个神仙吧。是不是把话题带歪？果然是最称职的代言人吴吾首次出席神仙包代言活动，却刚好遇上团员大院宣布结婚当爸。大院生小孩？大院不会生小孩。大院的老婆生小孩。哦，然后就是，他就传那个小朋友的照片给我看，你知道他长得像谁吗？他长得像一个神仙包。是不是把话题带歪？都没有提前跟你。要准备生小孩，当然有啊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没跟你们讲而已。有说要当干爸吗？要当干爸、喔，先问他亲爸吧。他哥跟那个大院都当爸爸，已经同岁同岁，想要当爸爸一样。没有，就怎么讲，就是顺其自然啊，真的，这个东西就不是说，就是你去买神仙包一点就有了，就是。顺其自然，就是有就有，就是对吧？就是看缘分哦、喔。我最近真的是工作太忙，对，真的没有那个本钱可以去规划这种事情。虽然没有时间跟上兄弟们的脚步，不过身为行走的费洛蒙，不管做什么都是最佳代言人。稍微进行完成，现在我们就请瘦子。哇，你自拍也可以啊，就是你很大气哦、喔。还是自己做的，就是刚才自己煎的。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汤汁已经爆出来了？这真的很难吃得出来。我厨艺真的不怎么样，我通常都是吃，然后跟洗碗，就别人煮我来。生煎包吗？我这个难度有点高，因为需要一个真正的那种煎台。那你刚才煎过一次之后，对自己有什么期待？没有啦，我看只是铲一铲做个样子而已，但铲的是还蛮顺。今年年底就会有新的 MV 出来，对，然后明年二月就会发行。那像今年跨年，就有这么多玩童要在台中跨年，非常期待，非常期待，而且又是跟我另外两位团员，两位零八，对，一起表演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可能会表演蛮多，就是各自的作品，因为玩童其实没有什么做新的歌嘛。但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在做自己的音乐，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次的表演不要真的只是顽童的音乐，想要就是融合了每个人个人的歌在里面做表演上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十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